他今天要给他剪的是这个贵宾犬的拉姆章，然后他的话因为脚上的毛比较稀少，所以我是给他上了一点粉的。现在是给他剃贵宾角，另外三只呢都是已经剃过的，因为录同样的东西很多余。贵宾角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在它背后的这个黑色脚垫一圈绕过来。先把表面剃干净，然后指头把底下顶上来，在它的凹陷的地方。剃贵宾角选择使用的电剪，它这种齿缝一定要偏密一些，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容易剃伤。刚好这个脚垫，不要剃太高，剃太高会很丑。刚刚好一圈。尾根剃开一指宽。话是从它的耳道口开始去剃到它的眼角，笔直的一条线。像一些烤橘的话，耳道口也一定要剃干净，裁判会放开看的。剃下来，去摸一下它的喉结，在它喉结往下一指的位置，其实差不多跟它的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也是约等于的，一定不能剃下来太多，剃下来太多，它的胸就会看起来很奇怪。
可以剃成 U 字领，也可以剃成 V 字领。这个是个人喜欢，也看狗的胖瘦。刚给它上了胶，打了一点，上了一点，打了一点法，上了一点法蜡，然后上了一点粉，因为它毛真的太少，拍出来就会是镂空的。可以先不拍，现在是先给它修剪脚底座，底座修平，把脚掌露出来，飞节这块向上提45度，修30度，髋骨这一块，从它的坐骨尖端到它的髋骨顶端，平平的修出去。然后是修他的背，背的话，背线修到他身体一半的位置是完全平的，其他的要留下来做一个颈部的连接。侧面，它的侧面的话是直接去修剪出它的腰部的，
那么它的腰基本上是在它末骨往后1厘米左右。因为它的身体是属于偏长型的，所以屁股后面跟前胸会略微的修得稍微短一点。因为拉木桩我们要把它修出，基本上是属于正方体的一种。后腿前侧的毛刚开始都先不要剪，要先把后面的剪了，去把它大概的身体长度定出来，才剪前面的毛，要不然脚就会剪得太细掉。先留着，先大概的形修出来。侧面身体剪刀头向外倾，最高点在肩。在它的肘关节，因为它的身长跟胸身等于它的腿长，所以要在肘关节这边。不能说他身体他自身的皮肤在哪，你就往哪剪。V 领毛从短到长，也就是下毛从多到少，直到它的肩，然后再垂直。因为脚的外侧就是垂直的。然后呢，这边肘关节出来，这边肘关节的前侧上去，然后再把这一块剪成半圆，或者把它的胸点略微向上提一点都可以。脚的前侧完全垂直修剪，你们自己修的时候是应该把四只脚底座都剪出来的，我嫌麻烦，所以就剪了一个。它的脚毛太稀少了，我都给它打了胶，就有点黏糊糊的，要不然拍出来的话就会整个都是空的，你们可能就看都看不清楚。但打了胶之后都要重新再洗澡，这很麻烦。如果说是我们平时修毛的话，胸肯定是越饱满越好看，但是如果说你们是去考试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要把狗剪方正的。如果说狗剪得很漂亮，但是是长方形的，估计裁判
就不会太容易让你通过，因为他们的审的这种标准都是按狗的自身标准会加在里面的，然后他不会说只看你剪的好不好，你剪的再好，如果说比例错误，然后他也可能给一个毛都剪不平的人过了都没给你过。所以像他的话是属于比较长的狗，就尽可能的把它缩短，但当然也要根据它自身的条件，比如说我会一直去观察它后侧的毛，如果它后侧的毛还够，我会再缩进来一些，如果它后侧毛不够，我缩进来它就成一条杆了。按理来讲呢，这个屁股尖更翘一点会比较好看，但是因为它真的太长了，我就把这个尖削掉了。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是要去定它的身高身长。转弯点接近一半的位置偏上一点点，拉姆的话它不像是日韩系，它飞解流很大，拉姆庄的飞节才是不需要特别留的大的，然后它只需要说是一样的圆柱体下来。
为辅政。直接握到嘴上，大家看到的是我一直在修他的前侧，后面后腿的前侧跟前腿的后侧基本上没有怎么修，但是也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它后面真的没有毛可以支撑它这个圆柱，就比例会有点不协调了。然后后面的那门再拉下来，门再拉下来，那有人经过他们就会叫。这一块的长度一定要特别的短，它不能把它剪得是很长拉开的那种，像泰迪一样的。它的腿的外侧就是一个 A 字形的一个斜面。大概整体先出来了，然后先修另外一边。修这边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参照另外一侧，两侧对齐是非常重要的。腰两边要对齐，看看另外一边的腰点。
后侧还是要先留着，因为他身体特别长，后面能露多少是多少，最后精修的时候打一点血血下来。因为我这个像我这只模特兽，它并不是说属于什么赛级犬，它自身缺陷比较多，所以都是尽可能的去掩盖。这是我800块钱买过来的。我总是会先修这下面的半段，因为这下面半段推进去之后，它这个角曲线就出来了。如果一修上面的话，它可能这个宽就会缩开很大。但它这里缺毛也没办法。先修出一个大概，他的头也先打个雏形，眼睛盖着。如果说自己的狗要带过去考试，但是头冠上的毛又是中分的，怕修不好的话，那么你可以在澡洗完了之后，狗还是湿的情况下，你用一些发蜡把它涂起来，再吹干，那么它的头冠的毛就可以立起来。但是一定不能再把它弄湿，弄湿了之后它的胶就会黏，很黏。先45度。剪刀头是剪刀45度倾斜，还是一样45度，从眼角开始一直延伸到从耳根上方延伸到颈部，笔直的一条线过去。延伸到耳后，垂直下来，稍微做一点弧
弧度就可以。这样一个斜面上去，这一侧是一样的。反手剪剪不好的一定要去练，要不然没有办法两边修剪对称。像这样的出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次去把它包圆。像它的毛也是，按它的自身条件的话，它的头冠是绝对立不起来的，完全中分的。所以你们可以学一下我的方法，就是给它涂上发胶再吹干。但是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再把它的胶洗下来，要不然这对毛的伤害很大，你如果不洗下来，然后洗下来后上点护毛素就可以。头冠先修一个大概的形状，等身上精修完再去精修这个头冠。那么就是从它的颈部到这个背线过来一半的位置的一个连接，一定要去看它的侧面线条去做连接。那么现在它的全身的基本线条都是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精修。
对，应该视频都应该能看得到，毛整个是空的。它如果不上胶上粉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塑形的那种。我平时修的话，我很喜欢把狗修出一种膝盖的感觉，但是考试的话是会建议以这样的线条来修会好一点。其实都看裁判喜欢的，因为欧美国家的裁判特别喜欢那种夸张的线条，然后日韩国家的他就喜欢一些细腻一点的，所以考试都是看运气，不是看技术的。然后他们会比狗，比模特狗的好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比赛考试都是有钱人玩的，穷人玩不起，你必须要有好狗才行。像是我们这种你要几百块钱的拿过去考试的话，因为缺点太多，如果你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可能还能掩盖它的缺陷，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它的缺陷你几乎没办法，一个板凳狗你把它剪成正方的可能性本身就很小。下腹部线要稍微修得好看一点，不要直勾勾的叉下去，那样会很丑。等一下，面修剪完了之后都。狗剪完了肯定是比较偏向于圆形的，有很多美容师剪完了狗是方的。颈部线
一个弯曲修剪出来。像如果说是你们在狗狗澡洗完了之后给它上的这种胶并不会这么粘的，因为我这个是涂了很多东西，因为它毛太少太少，就没几根嘛，所以挑毛这些都会看起来卡一下卡一下。睡着了，稍微要抖一下的。后侧的没有毛了，打个嘘嘘。不知道放大了什么呀？不知道放大。外侧完全垂直。修剪一下它的正面，这算是属于它的一个侧弯处。哎，我就到处都是胶，梳子上也是胶，下不来。
我先把它的这一侧的侧腕修好。它的侧腕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等一会儿还是要再进修进修，然后我修它的正面。修正面的时候也一定要让它的脚站好，不能让它扭曲着的。从它的颈部斜过来，一直到它的肩垂直下去，然后里面也是垂直线，就是修成一个柱子的形状。修柱子的时候可以分开一点，把腹底的修掉，跟后面的腹底毛一根线出来连接。因为前后侧都已经修过了，那么
内侧的话都也是决定了他的这个腿的粗细，要去观察他侧面的粗细，不能说侧面很粗，前面看起来很细，这样。也它是一个圆柱。你这脚外八的真的是。要注意两只腿的粗细相等，稍微偏差是正常的，手工活都有偏差，但不能偏差太大。换图的时候，画的就是把他头砍掉的这个线条。切出去垂直，中间画一个。
后腿拉这么长，拉太长。说一下那边。就是两个平行线，有一点微微的倾斜向外的，然后再微微倾斜向外，这样的两个平行线，这斜度不要太过于夸张。在拉姆身上没有特别夸张的东西，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